谢谢我们的司仪，谢谢我们的司仪同事，我们的文化界主席黄楚仁先生啊，整个新歌运动我就不用再称呼了。好，首先小弟今天要代表我们的会长的各位郑金才向大家抱歉，是他临时有些急事要去处理，那么他又赶了一场，所以呢就叫小弟来代表我们的都司令，也感谢我们的这党同意来代表他。众所周知啊，三八妇女节是个很重要的节日，那么在这里呢我要特别感谢我们的荣南路小三的妇女组哦，带动我们今天的文化街哦，也感谢是有参与表演的妇女组的舞蹈组舞蹈班来响应我们这个活动，直到整个文化街的充满魅力充满活力，感谢你们。那么大家也知道了，妇女正如我们的主席所讲，可以占半边天哦。那么其实我们中华国会呢也非常重视妇女组的活动，而我们的妇女组也很活跃，那么特别是这一届我们新届的理事呢，以前我参加的时候没有一个是女的，全部是男生，那么从上一届开始有一位，那么这一届呢我们有三位妇女进入我们的理事会，就将近占了我们的理事会的18%，这是个非常好的印象，也表示说我们中华公会呢相当重视我们这些妇女的对我们的贡献跟服务。大家也知道了刚刚过了这个美国的大选，差一点点希拉里就做了美国的第一任的女总统，可是就差那么一点点但是呢除了这个美国的希拉里之外呢我看这个印度呢印度，那么刚刚是在韩国小组会是很出名嘛，对吧还有德国的默克尔都是妇女的，所以现在的妇女应该是走出了厨房了那么我要在这里赞赏我们的妇女，特别是我们这边刚才有看到我们的表演者啊，真的是全部是妇女啊，我看到有一个男生在跳罢了所以真的我们靠边站。那么在这边我们也看到除了这个事实之外呢，我们发现现在的妇女我们之前我们看男生 architect engineer 这些没有女孩子的，可是我发现现在的发展上里面现在很多的那些 engineer architect 都是给男子做的，我们男子就差不多要靠边站了但是这是好的现象因为在我们这里马来西亚特别是我们的国家非常缺乏的人工外劳占了相当大的部分所以说我们也鼓励在座的妇女们出来能够家庭能够兼顾的话出来给社会贡献。那么我要特别赞赏我们的妇女其实刚才我看跳舞的妇女们呢除了人的少女之外也很安静，我看眼都是做了头发有点还是一样的魅力十足了所以我要感谢大家来这边支持，像我们主席讲的你们的活动来这边做越干越跳越近越美丽越有干净，所以在这里呢再次的感谢你们的我们的妇女组呢能够做出我们这样的贡献，让我们的文化节呢能够继续活跃下去。那么当然我要感谢我们的接长黄楚先生，黄楚先生跟我们新任的副主席我们的林公明先生也是一样几乎每个拜都要到我们给他们一个鼓励的掌声难得我们的接长是这么重要的。那么在这里呢我要在这里呼吁一下，刚才有从问诊回来现在很大的雨我担心今晚这个节目不能够举行了，还好是天有作美到了傍晚的时候就开始停了。那么在这里呢我记得不久前呢我们的副内长副内政部长就农孟加斯兰呢也来到这个地方这个场所他也答应说我们的会长向他要求说在这里建一个雨盖，在这里建一个雨盖那么就不怕下雨天就不作美，我们也一样可以进行我们的文化工作。那么我在这里呢为我们的新山的市政局能够尽快批准我们这个图册，
尽快的进行，因为当时的内政部长啊，内政汉也答应说，我们这个雨盖所呢，他也给予我们金师上的支持。好，那么我们希望说，这个雨盖所，这个雨盖呢，能够很快的建起来，方便我们这个文化节的活动。啊，然后最后呢，我再次的祝福所有的妇女人啊，妇女人，三八妇女节一样的。妇女节快乐！好，谢谢大家。我祝大家有个美好的晚上，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顺利。谢谢大家。好，谢谢何朝东先生。那请何朝东先生留步。好，我们现在先进行一下大合照。待会儿何先生要留步，等下我们会有一个幸运抽奖的环节。请所有舞蹈员都到我们的舞台中间。请所有美女们呢到我们的舞台中央，我们与观众嘉宾一起来一个大合照，做一个纪念。那我们请所有的舞蹈美女们呢来到我们的台前来，我们来与我们的众嘉宾一起来一个大合照，做一个纪念。也请后尾的朋友们呢也来到我们的前面来，我们尽量的集中来一个大合照。好，我们看向中间哦，摄影机在那里。好，各位要我们站好位哦，我们来看向中间，我们的各位摄影朋友们呢也做好准备。好，我们呢请各位站好哦。对，好，来看一下摄影机那里哦，一二三，好，这一张来，一二三，好，谢谢各位。何朝东来抽幸运抽奖，因为今天是我们的庆祝三大妇女节，所以我们设了一些现金抽奖，谢谢。好，各位，现在我们进行我们的幸运抽奖环节，我们有请我们新加坡中华工会会长，新加坡中华工会署理会长何朝东先生为我们主持。